灯记》，哎，是李金斗，对，和他的多年的老搭档李建华一起来说的。好，让我们热烈欢迎。谢谢，谢谢。还没弄好呢，你对我们天津的道具不尊重吗？这个，啊，是不是各位？谢谢，来一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的掌声，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，这么热烈的掌声。不是给李金斗鼓的，那我明白了啊，一定是给咱们两位优秀的主持人鼓的掌。也不是，那是给谁鼓的掌？这你还听不出来吗？这么热烈的掌声都是给您李建华先生鼓的掌。不可能，谁给？真是给我鼓掌吗？谢谢谢谢。你往台上这么一走，在座的父老乡亲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认出我什么来了？好嘛，这一年多全国100多个电视台热播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啊。我参加这个戏了。何止参加了，让大家看一看，这位就是那马大姐夫啊。在这个戏里边我叫王元朝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赵忠祥给你们当的证婚人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啊，刚才我到后台，有一位我们天津的老妈妈还问我呢，金斗，那个是王元超吧？我说大娘，他本人叫李建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跟蔡明是姑母俩。你看，天津的父老乡亲知道你跟蔡明是姑母俩，姑母俩有几个孩子？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大哥都乐了。您先等会儿吧。啊，您这话我就没听明白，哪儿不懂？您这嘴里了，老头姑母俩，姑母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土了，你没文化呀！姑母俩就是两口子呀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，一个是公的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多来几趟天津，长知识。不是您这话多难听啊！你还不爱听了？又公的又。喜欢你们两口子？不是两口子了，离了。没离，分居了，压根儿也没合居过，谈不上分居。那你跟蔡明是棒尖儿？啊，棒尖儿干嘛？小三儿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俩在戏里边演的是两口子啊啊啊！一出了这个戏怎么样，谁也不骚扰谁。真简好听的说呀，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，您仔细的看一看，就这个模样跟喝了3鹿奶粉似的。你还打算骚扰人家呢？原来李建华跟我说相声那是漂亮小伙，您看这一年多让蔡明给蹂躏的这模样了。要说蔡明太厉害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这个戏演得很好，大家爱看，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李建华的光临。那我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太热情了。其实建华不单会说相声，演电视连续剧，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。有一个小品，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，他演得非常好，5毛钱俩，1块钱不卖。哎，想到那个就是他演的啊那是一个近亲结婚的产物，是演得非常到位。
哎，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歌舞，歌唱得非常好，民歌不唱，美声不唱，唱什么通俗歌曲，送你送到小村外，让你亲个够。歌完了就是舞，跳舞也跳得非常好。CCTV 舞蹈大赛一等奖获得者，民族舞、芭蕾舞不跳，跳肚皮舞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印度肚皮舞啊，要把这儿给亮出来。这肚脐那儿呢有一个装饰啊，或是金属的，或是有机玻璃的，他没有怎么办呢？一块钱那钢镚儿摁下去了，就跳，一出汗坏了，把这钢镚儿捉住了，出不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上医院开刀取出来。我当时在场啊，我拿纸包好了，我就要走。大哥您别走，您给我。我说你干什么？这个月30号天津我有演出，我要献给天津的各位父老乡亲。您甭鼓掌，怎么今天肯定跳不了？为什么？这刀口还没好呢。怎么样各位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？咱不是胡说八道？还不胡说八道？他是一个很时尚的人，他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愿不愿意上天津来？因为天津传统东西最受欢迎，唱戏、评剧、话剧、梆子，特别是京剧，大家都爱。他不喜欢，他就是送你送到小村外，让你亲个够，就这就成了。是不是？接着说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介绍你的艺术简历，你介绍那对吗？哪儿不对啊？哪儿都不对。那你给大伙儿更正一下。我在这里有必要为我自己证明。证明什么呀？不像他说的那样，是吗？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京剧。谁呀？我。你喜欢听？既喜欢听，又喜欢唱。啊啊！大伙儿都鼓掌了。你告诉大家你什么时候唱？没事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唱啊？我说吃饱了就哼哼两声。那你跟我们家里养活这个不一样啊。那你们家养活有什么特点？饿了以后才哼哼呢，急了还挠你呢。这个这怎么说话呢？本来嘛，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？吃饱了哼哼两声，那戏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、啊。我说话不图省事儿？是你省事儿了，我拿你当那个了，啊？少说一个字儿，多出两条腿儿来。京剧是中国的国粹，不能说是哼哼，应该说是演唱。确实喜欢，喜欢唱现代戏。不。现代戏、样板戏、传统戏我全喜欢。那你最爱唱的是什么？那就是红灯记。红灯记？对。好啊，红灯记最好，大家最爱听啊。那是啊，三个角色啊，李和、李奶奶、李铁梅。你爱唱什么？ 我唱的最好的就是李玉和的唱腔。是吗？哎呀，这可新鲜啊，我不知道您啊。我没听他唱过。既然这样，你给大伙来了吧。啊，天津人对京剧非常内行，这老几位全明白。来呗，你还给我鼓掌。哎，天津人最热情，盛情难却。就是，不过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朋友啊，您给我鼓掌鼓得非常的值得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确实唱得好。那确确实唱得好。就因为这个唱得好啊，啊，在获得了很多赞扬的同时，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。谁嫉妒你了？比方说有个叫于魁智的，我不知道大伙知道不知道这个人。天津人知道于魁智啊，当今最红的老生啊，唱得好啊。他就曾经扬言说，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。掐死的同行冤家，超过于魁智了。说我本想跟他成为朋友。这没事，你教我了，我跟魁智是哥们儿，给你们哥俩拉拉个拉个。但是我不知道您啊，我爱听京剧，我说超过于魁智的我认为还没有。今天您来着了。
您让他来听听怎么超过余桂枝的《红灯记》哪段？李玉和的唱腔，李玉和上场的第一个唱段哪段？手提红灯，四句散板。对，来吧，就唱这个，超过余桂枝了啊！各位来着了，来吧，谢谢。这个见着余魁志帮我解释解释，赵忠祥老师跟魁志是死铁的朋友，这事儿没问题，你放心，赵老师办这事儿。行行，我要不一会儿给托付托付。哎，我没有恶意，来吧，这东西互相的嘛。超过余魁志了，我给你拍着板啊，准备。您注意瞧啊，还得注意听。哎，他呢，一般的没听过，他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这哥们儿禽流感了，你看怎么就禽流感了？哎、小鸡儿就这样，小鸡儿得病得了禽流感就眨眼儿，一眨眼儿嘎嘣死了。什么叫嘎嘣死啊？你这人怎么不明白呀、啊？我怎么不明白啊？李玉和什么英国老生，老生唱老生都这样，余魁志不这样，他戴着胡子呢，摘了胡子也这样。那你唱吧，啊，给您拍着吧。手提红灯，手提红灯四下看嘛。手提红灯四下看，上几百人就到龙潭，时间越好清楚中国的好吧，你甭说余魁志啊，我都想掐死你，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，到后边排泄出来了，什么味儿？哎，你这人说话还别这么损。怎么了？就这段你还唱不到这程度？唱不到这张皮了。我要唱出来就得比你强。你也会唱这个？那当然了，李玉和呀，谁不知道啊？钱浩良演的最好，电影是他拍的，但是我演这戏的时候，跟钱浩良学的。手提红灯四下看，李玉和很晚了，晚上说现代话，九点多出来迎接一位交通员，拿着红灯，穿着路服，大拉毛围脖，我给您来的怎么样，各位？手提红灯四下看。上一排人到龙潭，你听听，音响都差点崩了。时间约好七点半，等车就在这完了吧，哼，你想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吗？可以啊，你说一说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么一热烈鼓掌啊，怎么样？我想掐死你。给谁掐死谁啊？你这臭美什么？我不是臭美，我们唱的对，大家爱看，又是内行，天津人懂京剧，所以鼓掌。什么你就唱的对啊？跟我比你占着便宜呢。我占什么便宜、啊、那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。那为什么呢？你这音箱大呀，是吧、嗯、再者了，你讲话这个京剧它本身就是样板戏，你赶上那时候。不 对，因为你不会京剧，你是冒充内行、嗯、我们懂京剧。你这是什么马三爷说这个黄鹤楼批判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呢，对吧各位？不是，我演过这戏啊，这戏李玉和我不单演得好，李奶奶演得最好啊。李奶奶通说哥们家史，李金斗很多人都看过，很多人都看过，我演得最好。还很多人都看过。哎，上八月啊，八月的几号我忘了啊，八月的几号我在冰湖剧场我演的啊，痛说哥们家史演完了，掌声哭声都不断。
小孩也哭啊，有一小孩哭，你看孩子哭、啊，那么点孩子哭那是饿。对呀、啊，他要吃奶啊，我哪有奶啊？我没有奶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我下月，中国大剧院现在正在装修，装修完了开张，我跟刘长瑜红灯记，痛说革命家史，你去，我带着奶让你喝奶。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啊，今天就这样了。这怎么？下月太遥远了。那怎么着？就今天。今天就在这儿啊！就给我们亲爱的天津的观众唱唱您这个《红灯记》，这个痛说革命家史，大伙儿都愿意听您这李奶奶，怎么样，朋友？来吧，谢谢。我很想演啊，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内行，是吧？这是个对戏，两个人，李奶奶得有一个李铁梅。没有李铁梅我唱不了啊，其实没有铁梅没关系，对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有我呢。你谁啊？铁梅。大伙儿您看看，整个一铁锤啊。铁锤干嘛啊？你李铁梅啊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你来得了吗？你这么看她是不像啊。怎么就像了？化化妆就行了。能代替吗？太能了啊！俗话说得好、模特看的是穿，海味吃的是鲜，人不捯饬不过关。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，您再看怎么样？整个一天仙。那好，既然大家都鼓掌了，爱看你这李铁梅，你化一下妆，大伙儿一鼓掌一通过，我立刻反串李奶奶，痛说革命家史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太难了啊！这事儿我跟你，他不会呀、他不会呀、他哪来了？那刘长瑜老师演的多好，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你想呀，我李奶奶是没问题，是不是？在座的很多观众看过我反串李奶奶。啊，这个看他化妆怎么样，如果您一鼓掌您说好像，我立刻反串李奶奶啊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哎，这整个偷地雷的这位啊，偷地雷干嘛？主要听你李奶奶。各位行吗？好，来吧啊，痛说革命家史啊，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、日本鬼子进门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，找这密电码没找着，走了，老太太把桌子扶起来，把铁梅叫到跟前，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，痛说革命家史，我现在一转弯就不是李金斗了，我不是人了啊，啊，不是，我就是李奶奶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你是不是猪尾巴吃多了呢？怎么说话了？干嘛这么摇头尾巴晃的？这是做戏。哦，这叫做戏。做戏像不像？你再坐一下。我都谢了。来，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。铁梅，刚才他说他能演李奶奶，我还不大相信。铁梅，这会儿一看他这摇头晃脑这劲儿，说话啊，叫你呢，你叫我，哎，叫我什么？铁梅啊，叫我铁梅，我能搭理你吗？你扮演谁啊？我扮演的是，现在就开始，哦，这就开始了，马上就进戏。来来来，我还得转一回，我告诉你，铁梅。哎哈，好，这傻丫头啊，这是哪能这声音细声细语的呀？哦，得嫩着点，哎，装嫩我成。铁梅，哎，你爹他好不好？哦，你问的是我爸爸呀。你爸爸那可真是绝了，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，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，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，您说这样的爸爸多好啊。嗨，你得说戏词儿。戏词儿怎么说？爹好。哦，爹好，可是他不是你的亲爹呀。哦，假爸爸。假爸爸干嘛？这不成，老太太捣乱。我还您说什么呀奶奶。哦，您说什么呀奶奶。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。哎呀，奶奶您是撑糊涂了吧？你才撑糊涂了呢，气糊涂了啊！奶奶您是气
气糊涂了吧？没有啊，孩子，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。你姓李，我姓陈，你爹他姓张，把仓十七年风一狂，狂爬潭一洼，爬的是爬的是，又说一遍，忘词儿了吧？忘词儿喽？谁忘词儿了？没忘词儿，你倒唱啊！好啊，咱们祖孙肩并肩，勇斗豺狼啊！啊啊啊！你这是李奶奶，我是李爷爷。去你的！谢谢大家，再见，谢谢。